咁樣殺校有冇必要呢？喺香港？應該都冇嘅，咁咪小班教學咪好咯，等佢濃縮啲、精英啲啊嘛，係咪啊？等啲先生啊、師資啊更加好咯，十個有一個成咗才都好啊，係嘛？我覺得教育係可以改革咯，其實唔需要殺校㗎，可能小班教學更加提高嗰個教育質素，會唔會比較好啲呢？我覺得可以一對十都得㗎，因為其實一個老師對住16個小朋友都幾困難㗎，喺我眼中。我自己就覺得，即係俾20,000元去鼓勵人生仔個成效唔會大，年輕一代都唔生小朋友咯，就算生都生一兩個咯，咁就好難去 sustain 到一間學校嘅運作咯。個個移曬民咯，冇人生仔咯，生仔唔會因為嗰20,000元咯。係啊，係想生仔就會生仔，唔會因為嗰20,000元而走去生仔。